家好，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份工作，招政社员一到两名，工作的内容是蜂蜜的制造，工作的时间是排班制，工作的地点是长野县北佐九郡，然后月给是17万到20万不等，别的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，日语需要正常的绘画就可以了。如果感兴趣的话，可以来我们公司参加说明会，具体的了解一下。说明会的时间是135的上午11点，246天的下午1点钟。这边是我们公司的地址和电话，如果感兴趣的话，可以联系我们，谢谢。